本集由打工人会员会赞助播出。打工不仅能致富，还能交友娶媳妇。纵火谈头，闪电篇。Hello， 我是神奇的酱汁。现在看到的是《植物大战僵尸》时空之旅版。此刻，这个巨人正在疯狂的敲打着坚果，但是坚果的嘴角却扬起一抹狂笑。这一切究竟是执行的泯灭，还是道德的沦亡？欢迎收看。因为这个版本中坚果质量加厚了，所以巨人僵尸疯狂的打击，但不知道跟坚果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测试版的巨人僵尸开始锤他坚果，坚果唰的一声跳了起来，表示老子天下第一。众所周知，这个版本他受到碾压会变得倭瓜跳起来，其实不知名黑心小道震惊不说，他似乎有50%的倭瓜血统。那些事情还要从很多很多很多年前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说起。又到了 AB 版的时间了，这个僵尸头不见了，全变得绿油油的。好吧，这就是巨人僵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僵尸会使用三果弹刀闪电鞭，跑很快呀，800里开外一下就干掉一个坚果。活死人非支线版，我说过这个时过死会反伤僵尸，那么对巨人有没有用呢？当然是没用的，巨人僵尸可以秒杀这个坚果。那么本期就到这里，我是酱汁，下期见。